应该是你的技术。来，我别看机会。我已经开始还没有买蛤蟆的举手。啊，你两块要两分三分，要一分嘛不要紧。哦，我刚给介绍。哦，今麦还是五张。要吃蛤蟆，来，唔免五张、四张、三张。用刀叉也可以啊，对啊。怎么吃？对啊。用筷子夹来吃。刀叉也可以。快。整只整只拿起来啃也可以，这样会了吗？我找我麻烦呐、啊。还是方便两分啦，一分拢不要紧。阿爸找你对啦，阿婆你要包一十块，二三分哪样？拢会使啦，我你决定好。三分。要三分。阿爸找你。对啊，阿你二三分的对啊，我这边三分。好，小姐。好，我去找好了。OK。开始了 ，Hello， 金宝，你好，你好，今天这个银仓会卖出去吗？一百张去啊？我不知道。哦，我找了，不要玩白水，玩弟弟，我不在乎。来，阿妈，你再不也背，搞个空姐来。我三份，他三份，这很多炒的。来，鲑鱼尾出现，哇，人客啊，呢盼望已久的鲑鱼尾终于来了。来，大只，这大只在吃的哦。大只在吃老水吧。要不要？哇，你有没有啊？两块，一个小时。顶级的鲑鱼下去切的，一只鲑鱼有几只尾巴来？几只文达来抢答？几只？十只哦。哇，好棒哦！你看到一只鲑鱼筋吧？不是鲑鱼吧？来，一只啦，一只鲑鱼只有一个尾巴啦，除非它成精了，还是一个尾巴。来，我们接下来。这样，你等于这边破饼类整整件商品就五高定高价，但是现在鲑尾，吼、哦。五斤一杯杯对吧？涨大价，而且量超少的。来一个人买500，没我吧？来三百块我的龟尾，今天买到了你高兴，因为今天龟尾超大块的，多价哦，真正好价哦，比中科更加甜。但是缺点哦，一只龟尾刚刚一个了，不用500了，来一人一份，来300块给我来龟尾，龟尾来300块。今天来做几样，买买龟尾，我买袂到啊！你等下就去买来300块了，300块来，新春节买来300块了，龟尾来300块来，来交结金钱，龟尾300块来，来300，好进好吃，我袂骗你。来300，你买张猪皮爽。盛明没有来啦。其实我觉得哈，煎一煎就好吃了。盛明他要等晚上要去餐厅吃饭，没有来，会来不及。龟尾，好像现在客人好像爱困爱困哦，来，你们赶快找嘞，来 disco， 我一跳不要不回来。好好好，你砸下去的话，砸倒就。真假鸡？当鸡啊你？你是当鸡啊？你叫的啦。来我吧，别回去玩。别客气嘞，300块来。太傻了。靠，早就跟我找一下。300块，来那边边贴容易淘汰，那回又去。不，较早啦，袂甲揪啦，吓啦，今仔日来吃，我甲会阿揪尔啦。来，诶，300块，我无阿揪伊啊，家己揪啊。来300了啦。你无敢买来吃较外方吗？来300了。伊会讲嘿红听。哦，嘿，较早较成熟啊，因为囡仔啦，哦，伊会比咱人面头，啊，较成熟。来300，你即摆是要听故事啊，是要听鬼话啊？我花久啊，拢无人赚钱。听故事爱先赚钱啊！你若钱赚落，我卖完，我讲几套互你听。唔识个。哦。要听个手。叫无十八岁无？我今早上课拢无咧上课，拢咧讲这尔。来300块来。你上麦克哦。我刚才谈大下的时候，足不容易，我改个班。无人知道哦，所以接下来300块一直聊天。来，快点，300块一位哦。我今天300块，你绝对买不进我。你怎么这么高嘞？哎，我要收买来。说真的，这500块买不到这一版呢。来，小姐，给钱来300块。来，小姐，谢谢，你要5盘哦，谢谢，你人真好。1500。好拼。没搞完。好，100就好了，100就好了。哎、欸，真的好吃啊！没有，他自己举手，不是我叫他买5盘。黄立勇，金龙刚跑完，龙刚正脸直视我，龙刚不然对到眼了嘛？哎，也给了几万、啊。谢谢大家，你不吃，我说起来，500块真的买不到，我卖你们300而已，不用再想了。这把真正甜的啊，比中国更加好吃。但是吼、哦，你无常常机会，人没有这种物件。来300块来，300块，来300块要赶快，来300块两，各位。
这个不用考虑了，你要煮味噌也可以，你要煎也可以，你要烤更好吃。不用，炸锅当然也方便。来，起一点来泡饼啊，一定要火慢，一刀就好了。我来三大锅两龟尾。台湾美女外向，你龟尾一直想去看什么？我美女真重要，我爸过来龟尾来三大，最后两位了，来台湾美女来去，来最后一个龙去。来大哥来，谢谢。这等于你唔成嘞，你后山十几个咩？客兵你破嘞，你就做咩啊？卖公煎，看着你做咩啊？看着你发钱，是咧挨三位啊？肯定整个较大台啦。来龟尾三大，来最后一个龙去。我大块块的面子，来三百块块的。你说今麦你面子啦？今麦你面子。这个是咱面的本钱啦。这个囝，我今麦关囝头看会安怎？来，中路馅饼。你没有了吗？中路馅饼。来，要吃两百块来去。200块，中路馅饼两百，有没有要吃馅饼的？这一包有30颗。哪里好用？用锤，用这个气炸锅烤箱。两块几包？两包不是4包，来2包。两包给你，不是1包。来，先给200块。来，最后一位了。来，2包。做好价，做大等做将军做小人，来剩1包。拍谁没有带啊？2包来。来几包了？我吗？来龟尾，刚才谁第一个买的？小姐，你还冰得下吗？我不喜欢在流水买的，你冰得下我就卖你，你冰不下我就卖第二个，一样好了。哦，有啊，行啊，来200给我，快点。200，没关系，我不勉强，来，第二个是哪一位？微微，来，真的啦，我不要勉强啊，你买一个我就很感谢了。哦，好，可以玩，你不要请六零零了，可以玩，你不要请六零零，来冰卷来。你们要吃什么？帮我讲，吃鱼也可以哦，好，别讲一样买三罐哦，来。来那个我的鸡翅啦，搞起个好不好？我在餐厅里有个鸡翅啦。来冰卷，有在餐厅吃过的举手。回去，啊，你别吃袂完，你听我讲个，等下你落啊咖啡，卖输我，莫输我，冰棍你家捏出来，切片小块来切块，啊切块切切都，然后跟你关顶关，沙拉片两个两片，这样吃就好了，不用煮了，太清爽了。一只餐厅吃就230-250。哦，较早咧约会时阵，我无咧食这啦，我拢食较大只，一只500块啦。我送你食，你食几啊？我食其他无啦。你使讲啦，我是到约3个。安尼，我食500，要食黑。来，有要食的来，500块都冰卷，来500块。哇，你敢若跟我同款啦？你约会啊？我约3个，你算多？2份嘞，耶！哇，你讲伊要买3份嘞，伊买2份尔。我不爱花500。把老阮好朋友把我捧场，我无欢喜，把我做欢喜啊，但是袂袂欢，但是袂袂欢。太阳欢喜。可恶。系啊。无免个500，4只500买袂着。来，一人一份龙，真的很甜，真的很好吃。来300块来。来200。不用500了，来冰点，冰棍来300了。真正甜的，真正好吃，而且拢免煮啊。你要煮的话，只有一锅我来讲，用汤的，用烤的超好吃的。来300块冰卷。啊、你外口问一下计数啦，冰棍一块150啊，本钱呐，4只嘛就爱500块，来300块冰卷，来300块有没有拿到的吗？快哦，真正好吃，来300块，做三百块两片，来赶快哦，冰卷300块来，穿黑色扣完了没有？来冰棍300块来，300块来，来300块两冰棍。宝箱它就是长得很像，耶，这都差不多。来，冰卷300块都拿到了没有？宝箱哈，来300块。我不知道怎么讲。一公斤呢，这一只啦，我100块就生效啦。我一只全部80块的。来300块，来300块。300块。都有啊哈。300块。别啊，用用派啦，是耳塞。来，继续再来啊。我今天你真正好气的。这个物件我足少拜六起来了，啊，无足济汤我拜六起来了，都是礼拜天早上才会出现的。来，这个是辣味，辣味三节式，加一只拢2只嘞，足少有3只嘞，3只嘞有啊，较贵啊，算蛮3只较贵，加一支鸡腿嘞。这一包金半糖900公克，来喜欢吃的，一包260，2包520。会晓无？你不敢食遐，唔好买哦。
但是爱食咸的，这一条拢无遐，足贪多只。来，要吃五百块。哇，刚才有一个女生啊，好了，看三杰士，那位三杰士来，五百块。这位女生，来，收个好起来。看到没？右边那个女生，快讲嘛，别吃包头啦。右边有一个女生，右口过来，右口过来。看到没？来，五百块，五百块。对啊，对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对，好。不可以乱照人家。快讲啊！恁后礼拜可能看无这物件，以我这个介绍话咧吼，平常可能无阿袂啊。这是拉萨口味的，哦，较早慢过迄个拉萨，迄个新加坡的啦，拉萨锅，那个口味啦，新加坡口味的，新加坡口味的，对啦。听我阿妈出讲的，我出讲的，我来讲的，来。想要吃这两包的，我让你混搭，卖光港中烤饼，来我卖过来。这三节是真的超好的。我这是买了几杯，不是买叫恁买啊多，这两包我卖光，买袂到啊。对啊，那三四包。来叫大姐妹，五百块。我招一个人可以带钱，来五百块来。拿钱要拿钱吗？来，赶快。来，我帮你来。拿钱，还要谈条件来。这个真的是内行人，看到就买了，不用讲那么多了。来，我爸过来，再多一包蛮好的。来，都快好来，来再多一包冰块。哎，还有柠檬鸡腿。好，帮我拿起来，卖起来。啥做柠檬鸡腿啊？你到了鱼皮还没有卖，还有吧？应该还没有在拿上卖。我个三位真正收你包，这一包九百块钱，一斤半诶！你卖这个给？你到的时候跟我讲，我叫他卖鱼皮，我叫他卖鱼皮。要求一包就爱卖你八六百块。来五百，谁啊？那个郑哥会留到结束。可以啊，大哥。You come to Singapore before no, but my wife will go to Singapore for next week. Okay. 来，我办。Four days. 如你所愿，来我办好。这样三。Monday to. 拉萨三天是。Monday to. 来，办过来。Monday to. 今天哪里有没有钱啊 ？Thursday. Monday to Thursday. So.还有利用，我们那边结婚的啦，耳洞，结婚哦，啊，他不是真的利用，他一定是假的。来，我爸过来，这个给我。外公还熬穿，别别借最小媳妇啊，冷包我爸、啊。来，最小姐来。我讲今天要借物件借着，外公你别餐厅，你今天买了咩吃我？今天借烤面给他餐厅吃，对不对？来，我爸过来，最后一个客人。My wife.We will go to the friend. 来，小家庭举手。Already nominated. 想吃的，小家庭举手。Three of the. 好，姐，我看到了。Three of the five. 华丁，我让你小家庭，我来这，但是我是出个位数的，我看也没有你计较哦。下次就是要五百块才有那么便宜哦，哈。来，两包三百。Do you want anything I can add to my list? No. 没有啦，就是各位数的。No need, no need. 拜你所赐啊！我了解对。一只鸭子一包嘛，吼，我话给买一头，这只鸭好吃。哎，只鸭王春节啦，这只鸭好吃。好来，大哥回来啊，上飞机啊。无啦，提一千。哦，安尼千啊！这南山那包，我头都超了。你那是拉萨的吗？来，拉维的。阿文那口。来，你让我春节了，给。不不，老板啊，好不好？好，这是谁？好不好？来。来，阿妈上麦。阿妈上麦来。来，老板呀，成功了，成功了。九九班。成功了。来，毛金金。哎，你有想要吃的啦？仙女的牙签。这啊，哦，这啊，你来啊。想吃仙女的不要离开哦，哈！我带来变成好的。不用啦，他如果会带就会带给我。他要带很多东西，他会带很多东西，他会带很多东西。来，一个人
买一份两百块外公，会太多东西，我们昨天你所以是一人一份两百块，我就不用了，没关系。外公，去开心就好，那去开心的就好。卖你买两包，你请假，这个叫做海鲜花枝台，非常好吃，一个人三片，炸好就卖你一百块了。来，七点五点两个，七点八点，买两包，买吃回去买一包好玩，一百块。以后我过去我自己去的机会是不大、啊、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家里，我家有狗狗猫猫，那如果去新加坡的话，我就要把家里的狗狗猫猫照顾好，他太累了，我老婆太累了，所以我让他去玩一下，我让他去玩。哇，好大哦！哇哟，这边请那个专业人士再去了，这大家都来要刷机啦哦，这间工厂叫做古猫，他如果不做虾仁，他就不要做；他如果做了，他会连杀青都要。这给你弄平了，就要出格了。你这根烤鸡我先吃，我先吃，但是今天也不少，是大家吧？啊，来一条啊，一包来八百啊，来两包三粒来，老妹吃来五百块来黑鱼，五百块招一个人给吃来，来五百了，来五百块黑鱼，五百，然后十块黑鱼，我五百，对，我要冰糖，来三包你来，五百块来黑鱼。来五百块，也、欸、没有人要吃虾仁。你们真的以为这个很便宜吧？我去，这个国安法扣留，为什么被国安法扣留？这个完全没有给你加硼砂，没有给你加任何化学药剂的。加飞机的，我私底下兼差被你发现了。第八号你来，来我八号了，来五百块来。难道我私底下兼差被你发现？我把金价不放上价的，我倒啊。细胞八百块嘞，我发五百块嘞。鸟的细胞啊，小姐，咱可以去，我去送一包嘞。啊，鸟的。这边的大大柱，来大的感谢你，五百块嘞。感谢嘞。来，可以来台湾可以找我们吗？感谢嘞。你来台湾的话，来五百嘞，就直接来我们开。没蛋啊，这也不让安尼话。直播的现场啊。对了，好，谢谢你们。你来现场，你来台湾的钱，真的啦。来五百块，我管哈。你来台湾当然来我直播现场。来，一样。炸鸡腿。柠檬啊，炸鸡腿。我来点啊，来鱼啊，来啦。没事，鱼啊，一千块我得了。来，一份鱼拼盘啦。对啊，你来的话就直接来我直播现场啊。对啊，那结束的时候吃个饭，这样不就很完美？拼盘，三杯我无够拼啊。一千块三杯。对啊，龙王啊。点点淡薄。这边吹一边出征进餐，资料表就被提交，我就是网军。没几千啊，三百多块哦，高吧？对啊，我第三百美金，八百块了，一百多个账号，给价了，点钱，一百多个账号。好啊，再加压钱还要。你敢当混老亏子？别再混老亏，一定要装备。阿伯，几杯几杯杯？来，几杯几杯我。我意思是讲，你的话一千块。拼盘就拼盘，我阿是来讲这三只尔，你是无飞光，你别叫我拼嘞。来五百块上位，啊，上位拢赢你来啦。这个鱼要不贵也办得。我够拼了，所以我发达，我发达。我拼了，阿要吃一盘来一千块了，比拼盘哦，来一千块，有没可能？我来，来一千块。我发达，我要吃两块啊。来五个客人哦，来亚之鱼的，来一千块给我来。我买卖五个人家尔，你茫单小股，单小股无五个人家一只都袂完啦。来一千块来。来，先一排一千啦。来，招头一个人家赚钱啦，一千块啦。耶，一排一千。我本来买银钱哦，来一千块来。你个腿。来一千多。来，喜欢吃鱼的动作快，一千块，还考虑哦，还考虑来。好，你们慢慢考虑，没关系。这样，大家去走。哇，来一千块。来一千多。一千个，一千盘，几个方便的，来一千个，阿哥在看，来一千个，
等下当然拢无人金钱啊！我是要啥物鱼品牌啊？我鱼品牌圣诞节的，圣诞节啊！一千块来，一个诞节的鱼。来一千块，这箱鱼，这鲈鱼、黄鱼、波网、红沙、金沙鱼，来一千块。啊，这个多路哦，钱要出来讲没？到未必啊，这个钱哦，我较讲牛。来，来班头，这几块马上抢我红包，来一千块，赶快丢钱，来一千块。是哦，我的媳妇就爱比的这啊！上次我给你买三百块，那什么货啊？给交钱，马去啦！一千个。啊，充一百块。钱带钱啦！你看我干啥呀？对吧？我先来。哎，这样。来多来几点钱？我充一百块啊！现在是你在控制伊啊！你买就刷。我袂烦恼，袂烦恼。好，我搞不能买啊！你无买，买咩？无买买去。去一杯西来。我无讲要咯，来一千。我两个要吃。是不姐姐啊？真正足清讲啊！你别讲我卖了，你啊，你别再讲啊！你较健身的，放较健身的，放较冷静的，你啊冷静，真正变来贵。好。免紧张啦。没有问题。有我们买，那边便宜。这钱可无更较济，以后恁啊卖五毛。来一千块，还有人需要？超赔钱，五位而已。这样鱼超贵，我还能给你超赔钱。千块，这样的没。啊，十番我算，那个十番至少要两百块吧。海基姆至少要一百五吧，三百五吧。汤沙那么大只，至少要一百块吧，四百五。鲈鱼是我算便宜一点的。我另外送给你们的，他说他没几千块，我姐，哇，我不敢再。我都算很便宜的。他就在那边，他没有看到，没关系。来五个，收完了。我了，不想算了。啊，那个鱼饼买了，稍等一下，后面会煮给你们。哦，稍等一下啊。啊，假这调理包来。要红烧哦。这应该全部了吧？应该还有吧，调理包。够不？够干脆回来。来，红烧牛腩调理包。那边有人没挂？啊，有了，一百有了。这个红烧牛腩啊，对了啊，李艳 ，Hello， 哎，永龙，你又上来了，永龙，我看一下，出不来，这个客户不给我卖，我去宝妹，我去宝妹一楼一凤，一楼一凤，哎，我不太喜欢一楼一凤，我觉得很恐怖哎，哎，你想想看。刚见面的一个女生还不认识，然后连名字都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年纪，那你就跟那个，你不会觉得尴尬？你们不会觉得尴尬吗？至少要先认识，接下来认识一下。哎，你好，我台东来的啊，请问你哪边来的？稍微聊一下天嘛。这是鸡，这是牛，哦，鸡两个，牛两个，来，哈哈，不啊，鸡包两三百块，害羞。这个真的很方便，真的很好吃，我没有骗你们。来，要吃四个人给你们来三百，五个人给你们两四百啊，遐应该拢吃袂较少。Hello， 不吃，不吃，不吃。好啊，我专心袂咁好，你今仔拄仔来上班，我就莫改名。